对无关紧要的人这么热情，但我是死了。还有那个小的，都这么大了，还要别人哄着睡。一起喝点儿。我这本书还没看完，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就先出去吧。真的不喝？深夜到访来找我喝酒，你想干嘛？那陆先生愿意上钩吗？这次你恐怕要失策了。好啦，亲爱的陆先生，我们和好吧。这就是你的道歉？嗯。太敷衍，太没有诚意了吧。那怎样才算有诚意呢？自己点的火，自己灭。